Hello，Hello，Konnichiwa，你好，Bonjour，那么的，What do you get？那么的，快走！What the fuck？还好听得到吗？听得到。听不到就算了吧。怎么了？你说听不到的。我说听得到。我以为你说听不到呢。这我听到你的声音让我很兴奋，好吧？为啥？因为你的声音磁性性感，哇，飘不飘这样？还行吧，日常操作，跳哪里了？飘你心里吧。这个地图太没意思了，去你心里看看。哇，对啊，你要不要这么撩我？是男的，哥，我是男的。朋友，今年多大？哪里人？有没有男朋友？哇，我20年的，有女朋友没有男朋友？有女朋友，好吧，对。看来你的心已经被另一个人装满了。话说，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呀，我想找个三级包，然后装满投掷物。你觉得阁下意下如何？看你心情，看你怎么。你玩了多少个小时呢？我打了500、600多个小时。你这是比我多了10倍啊，朋友。十倍，对呀，你玩多少呀？60个小时左右。哇，要不然的话，你看我怎么会想出来这么智障的点子呢？找一个三级包，装满投掷物，带我狗进决赛圈，我会给你一场精彩的灯火秀。你喜欢玩什么枪？我就给你带。UMP。这么厉害的吗？送你个迷你怎么样？我真的不要迷你吗？我这有烂尾狼。那你要 SKS 吗？你不要那个。那 SKS 加托腮板加消音器加扩容呢？还是大白？再给你送个四倍不会镜。打，我只喜欢打98K。这么厉害？那我给你找个98K 去。你给我找个三级你包，猜我怎么样？你的三级包已经在我背上了。哎呦，那我还没找到你的98K，怎么办？有点慌。哇，UMP9。UMP9 这么厉害，射程不才400米吗？我的爱枪，我最爱这把枪了。哎呦，你的爱只有400米，有点扎心了。现在多大了？哎，不是，哎呦，现在还在上学吗？你这个突然不说话是最骚的。刚接了个电话。周日啊，周日有人给你打电话，女朋友？没有，我师兄。师兄，师兄是什么操作？对，一个师傅，知道吗？哇，你是学什么的？啊，吸星大法。就这游戏的师傅呀。哦，游戏的师傅。我师傅可屌了。看来是个男的，接着说下去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他打了4000多5000个小时了。哪来这么多时间？我跟你说吧，他龙珠平台邀他进战队打比赛，他说他把我带上，我说我打这么沉，然后我拒绝了他。你看最后还是拒绝了。缺子弹吗你？啊，我这有人命啊！你那，难道是我自己踩坏了吗？也许是你是在跟自己斗智斗勇啊！你缺子弹吗？有点缺。56可以给你带点，反正我只想要一个三级包。要不要我三级包里面再装个三级包给你带上？可以啊，三得九，9级包，厉害的。可是游戏不批准，这个游戏它不批准我给你带三级包。那这个游戏丧尽天良，给我展示爱意还不行？歧视同性恋了，不能忍，不能忍！干他！啥？你要是跟人对枪？干！没有啊，我说叫你干这个游戏。哎呀，背包的地儿不够了。我想去把他那把98K 给他抢了。没事，我带你去土耳其再找一把。哇，哥，你这你撩妹儿肯定得这。没有女朋友。OK。哎呀，我这边没有车，谁打我？有人打你吗？对啊，刚刚有人打我。企图爆我菊花，爆菊花失败。你听一下那个枪，你刚听那枪声是哪里传来的？就大概西南方向。啊，那我为啥没听见？我操！可能你的心不在我这儿。哎呦！来吧，来我这儿吧。等一下，我这又看又发现一栋烂尾楼。东西不够了，不是我那个背包不够了，装不下。你来拿一下吧，对你的爱，这个背包装不下。等一下，烂尾楼收了去了。需要让你亲身体会到，哇！有人打我，朋友，那个人他就是爆你发那个，黑服大汉冲过来了，跟你说，太强了，跟你说就跟你说就跟你说，兄弟，我兄想，弟，你不打我好不好？对，你的女朋友我可以跟他讲，我可以跟他讲，绝对不打你，拿个死全家孙子打你，我确定，我队友他，我叫他过来，
兄弟一过来拉我，他不打我，我们三个一起打。三个？为什么有三个人？哎，他自己，他自己一个人。我队来了，嗯，我队来了。你跟他说我给他点东西。他会拉我。他可以给你配件。我给你点东西。有车来了，有车了，我帮你们放哨啊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来，兄弟，我给你点东西，你想要什么说。什么都行。你要我的爱吗？我可以给你我的心。算了算了。来来来，给你把迷你，再给你送点子弹。你捡吧，你捡吧，我只要子弹，我只要一点子弹就行了。好的好的，谢谢。你捡吧，你捡吧。你怎么就一个人玩啊？哎，游戏崩了。喂，喂，你干嘛去了？游戏崩了。你干嘛了？游戏崩了，朋友，游戏崩了，我正在重连，还连着呢。哦、哇，我以为怎么了？哎呀，是阿姨的心隐隐作痛，快送我一瓶止痛药吧。哎呦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拿走吧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见到你以后，我马上就不心疼，我就马上就不痛了。感谢你刚刚不杀我，消音简直，冲枪的。Thank you, thank you 我要去找人杀了我捡装备啊。哦，对，话说兄弟，我有一个大胆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，就是我想把我的三级包里边装满投掷物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就来成烟火。等一下我把裤子脱了，要不然的话一会儿你把我打死了。有三级包告诉我，急切的想要一个三级包。哎，那个兄弟人呢？不知道啊。我在这里啊，我在这里。哦，话说你这个、哦、这个全部频道你能有多远呢？距离？就有车来了，嗯，溜了，车来了，车溜了。哎，那个兄弟停车了，他们车停到前面房区了。这么神奇，哪个房区？那个男，朋友脸前有个人，你没发现吗？啊，等一下，哎。兄弟你人呢呀？兄弟你怎么死了？你怎么死了？等一下，我好像把我这位兄弟怎么了？这位兄弟我把他当成别人了啊。我操，我把他当成别人了。啊，我可以跟他讲，绝对不打你，拿个死全家孙子打你。我你要我的爱吗？我可以给你我的心。哦、只要一点子弹就行了。Thank you, thank you 我要去找人杀了我捡装备啊。哦，对，话说兄弟，我有一个大胆，我有个大胆的想法。等一下我把裤子脱了，要不然的话一会儿你把我打死了。哎，那个兄弟人呢？我在这里啊。我把他当成别人了，我的天哪！哇，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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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朋友，我感觉好对不起啊。走，我们去前面干人。哎呀，不行，我好心塞呀、啊，我。没事没事没事，他不会管你的。我把他当成别人了，怎么办？哎呦，哎呦，太心塞了。哇，贼心塞，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，这个怎么办呢？我把他给打死了。哎呀，这个好心塞啊。不行不行，我去给他扔，我去给他祭奠一下，怎么也得。这个人太惨了，哎呦，太心塞了，这个太惨了，这个。啊，兄弟。如果以后再见到我的话，我宁愿让你把我打死了。来，我们已经给他的法老王的待遇了，朋友。脱帽致敬一下。哎呦，脱帽致敬一下，默哀三秒。好了，我们要带着他的那一份继续活下去。走。等，我们要带着他的意志去杀人。对。哎，兄弟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你心里人，咱们先打。哇。啊，
人生就是这样，喜乐无常。哎，我们要带着他的那一分继续活下去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喜乐无常。哎，太惨了，我们带着他的意志一起成盒。好，我们带着他的意志打下去这场战斗。好的，这是小地图，相信不对啊，我的灯火秀呢？说好了要用三级包装满投掷物，然后一不小心就把自己人给打死了，我的妈！真的，我们来一场，说吧，我们来一场就用背包，就用背包装那个投掷物来当雷王。打仗的时候，我负责放烟，你负责放雷。你是哪里人呢？你是哪里人啊？啊？我先问的，你先说。我四川的。四川？哦，对，你刚才哦，听出四川口音了。我是。你是哪里？我是地球另一端的。哇，这还有一堆人啊！我这还有三个人，有点在你后边，你可应该看不见他们。小心点。我看见他了，他敢，嘿，他敢摸我屁股。这人是个 gay。哎呀，我面前的有人。这人是个 gay 吧？摸你屁股。我去干他。哇，你也是个 gay 啊，你也要干他。人生真是充满精彩。我有枪，我有你的三级包。哦，可以，等一下，我先捡两把枪。他在哪儿？嗯，他还在你那儿。他有枪。没念枪，没念脚步声啊。闹鬼了。这里面看一下。没有啊。雷。没有发现人。这个小伙子溜哪儿去了？会跑，就这样跑了，溜了。不能吧。摸了我屁股他就跑了。太怂了吧，忍不了，不能忍。他摸了我屁股他就跑了。变态啊，太变态了。对，他个死变态。哎，咦，哎，等，死变态。等一下，我这边把我裤子脱了。你要干嘛？你要强奸我吗？不，来三级包给你。不是不是，好，我对你的爱，谢谢。好，这个背包足够装下我们之间的爱。哎呦，很近啊。哦，出去干他。咦，哎呀，吓我一跳，我操！哎呦，有点逗，有点逗。哇，心脏病，这差点给我吓出来。我的妈呀！对，耶！我打中他头了耶！我的发，哇，98K，我的最爱！啊，当一把的兄弟死了可真惨。是啊，太惨了，人生败位，太惨了，替他感到心痛。他跟你说，他打的人，打着打着，被摸花了。哎呀，太痛苦了。他好痛苦。我也好痛苦。等一下，我给你扔点饮料，我他妈饮料太多了。好的，九瓶，这儿又来一瓶，十瓶，可以了，咱可以去卖可口可乐。可以，走，我们去卖可乐。哇，他在树子那里，前面树子那里。哎，哇，游戏，不行，这把听得到吗？听得到，这把不行。没事，这把谁先死了谁唱歌。哎呦，受不了了。好，谁先死谁唱歌。太心塞了，兄弟，你多大了？你听声音觉得我多大了？也就20，差不多，猜的挺准的。19还是20？21，有什么区别吗？报虚岁，报周岁，不就又不一样了？哎，对了，你这还没告诉我你是哪儿的呢？地球的另外一端呢？东北的吗？地球另外一端，朋友。那另外一端是哪里啊？你看地球仪。北极。行吧，告诉我吧，你是哪里的？我是中国人，但是不在中国。那你在哪里啊？我在英国上学。哇，留学生啊，我操。不不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学生，仅此而已。哇，我就说嘛，你怎么撩的那么凶？可是我没有女朋友啊。是因为你这看不上。哇，我这有辆摩托，快过来。好的，你先往前开点吧。那你在英国念书，那你老家是哪里的？老家？对啊，就是你家在哪里？这就好车你要吗？没事，走，我觉得搂着你的腰更好。走，其实我也不清楚自己哪儿的人。哇，你在逗我呢？真的，因为小时候就老搬家，知道吧？也是。哎呦，我天，兄弟，你这开车技术，六六，打破物理定律的朋友。空翻两次，秋名山操作厉害。对，还没问怎么称呼你，怎么称呼你？我吗？对，我姓魏，魏。我觉得这样太，这个声音感觉冷漠无情啊，朋友。来叫宝贝儿就好了，宝贝儿，来，咱们下一个送哪儿？走吧，跟我走。我有人，哎，厉害了，咱们去那边。这有你的三级包，这有你爱的三级包。那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有人，有人。他前面红楼。对。哎，燃烧弹！我天！哎呦，
他们把自己的车打炸了吗？他自己想不开吗？击倒，倒了吗？击倒了一个。喂，兄弟，听得见吗？这位被打残的兄弟。喂，听得到不？你的队友在哪里？把你队友说出来，我就不当你良民大大的。看来他听不到，算了吧，给他菊花来一枪。说你是哪里的人？你的队友在哪里？他队友在外边。捡到大包了。哎，算了。哎，他有八倍镜，你拿吧。他这个位置真的刁钻，你居然爬到这里了，跟其他的盒子在一起。来，宝贝儿，我们走，该跑毒了。来，宝贝儿，标个点儿。这边。哎，我知道他了，我听到他的声音了。我没看见他，倒是。我没看见他。哎呦，可以，漂亮，宝贝儿，你是最棒的。手榴弹、烟雾弹、手榴弹，哎，好东西，我只喜欢手榴弹。又把我蛋蛋，你又把我的蛋蛋捡完了。这马路中间有没有什么东西？垂直握把有点吓人。你屁股有人儿，过来了。哎，but promise there were no feelings involved.